那接下来我们要演出的这个曲目呢，是由我们打击的两位老师一起编曲的。那我们请他们两位出来聊一聊，好不好？来，有请两位打击老师，毛伟翔毛老师，还有刘哲成刘老师。好啦，这个曲子一共分布三个乐章，哦，第一个乐章呢是只有前排的部分，第二个乐章只有后排，然后第三乐章是把前排跟后排加起来。我们先问毛老师，第一个乐章你编创的概念是什么？这一首那时候把它取名为《贤者之语》，其实有三个乐章，那三个乐章代表人生三种不同历程。第一乐章代表是一个平顺的，第二乐章开始经历一个困难，会遭遇一些挫折，第三乐章突破挫折，突破困难，成为一个贤者有智慧的人。所以这是我们三个老师，我们两个老师共同把拟出来的三个乐章的故事，就希望我们的学生可以成为在上高中、上大学、出社之后，可以成为有一个概念、有一个智慧的人，而且有可以走出自己的路。我觉得你比我还伟大哎、欸！真的，我其实我在跟孩子们练习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乐曲真的表现出三种不同的特色。嘿，那我们学校最帅、最酷的，够个变变格。就是都会夹出来的。你若住伫阮学校隔壁附近，有无听？我蹦蹦蹦蹦蹦蹦，足好听，足好听。有时你感觉足差，吼、哦，也足很有气势，很有气势。拢今天刘老师夹出来。好，我们来问看刘老师说，第二乐章你是怎么安排他们的技巧？技巧上的话，一开始会从基本，你会看到很多就是规律性的节奏，让你能够从由浅入深。它从一些很简单的八分音符节奏，进到十六分音符，进到三连音，进到两拍三连音的组合，你会觉得它会有很多层次的加成。然后你会觉得，这首曲子在第二首的时候，它会很非常的有军队型的感觉，就正好呼应着我们在做行进乐队，它是从军队演变过来这样子。好，同学们准备好了吗？吴清如，你还在讲话，我不喜欢。你今天不帅。好，那我们要来欣赏《贤者之旅》，谢谢。你也一流的贵，我爱看。